你要去日本吗？没有去啊。要去长颈龟了，这个东西要动作给你看。啊，谢谢森哥，谢谢谢谢。还有几张银灰的，那动作给你笨了。那无手机啊，你知唔知要哪过？没有，那无没有手机的日子怎么过呢？八字根呢？八字牌。金山田部长，赞不赞？赞！